未来第一，第二，这是不用判断。拜托球迷，这块球安稳就来吃，我们这先空气不亮。随着时序来到剩下，上半场的内容，尽管生涯第339场的先发，后来面对由陈金锋总教练所率领的富邦悍将所安排的先发打击顺序，第七棒球衣背号七号右外野手周建豪，先发投手则是背号64号刘哥，背号64号没有极限。